想抓人质？夏之涛，什么？嗯？我们周家油盐不识泰山，得罪了少侠，还请高抬贵手，放我们周家一条生路。我们保证日后再也不找徐家的麻烦。徐家主，这周家怎么处理，你来定夺吧。徐家主，是我周家鬼迷心窍，一时糊涂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只求你放过我们，尽管开口，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。周振龙，你当我徐兄会信你的鬼话吗？放你们回去那是放虎归山，自绝后路。所有人听令，绝不允许任何一个周家人离开徐府。是。寇将军，那个暂且留下。说吧，柳城和你们周家什么关系？我周振龙是贪生怕死的人吗？你想知道，做梦！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出来，我可以留你一条性命。不愿意说，死！我说，这一切都是柳城大师的主意。徐家主中的毒是柳城大师给的，这次的阴谋也是柳大师所定。他还说了，他会将徐家人隐居三眼熔岩巢穴，是要徐家人死在玄种山脉。我们周家从徐家得来的宝物，柳城大师将分得一半。什么？一切都是柳城的阴谋，可惜啊，我们还想让柳城大师解毒。你，我说不杀你，没说不废你，带下去当做人证。少侠这次多谢你了，若非少侠出手相助，我徐家恐怕面临生死存亡的灾难。如此大恩，我徐家感激不尽，举手之劳罢了。秦少侠，我敬你。明哲，别担心，秦少侠和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小姐和他不会有什么结果的。爹你放心，秦少侠是救命恩人，明正感激还来不及呢。明正只是希望什么时候明正也能变得像秦少侠一样强，强到可以保护你，保护徐家，这样我追求小姐也不会这么没有底气了。你能这么想就再好不过了。秦少侠，我敬你一杯，干了。父亲，你的伤势还没愈合，少喝一点。是啊，家主，你身中剧毒，酒水会加重伤势，还是少喝一点。秦少侠今天为我徐家解决了一个大麻烦，我岂能不舍命相陪？父亲，徐家主，你的伤不如让我来看看吧。秦少侠，你会医术？略懂一二，收。秦少侠，老夫所中之毒极其罕见，五成诸多炼药师都无法解除。秦少侠若是无法医治，也不必挂怀，老夫已经看开了。一点小毒而已，谁说我不能治？什么？徐家主，别动！爹，秦少侠，接下来要做什么？你身上的毒已经被去除了，哪儿还要做什么？喝酒便是。治好了？不如你运行一下体内真气，看看伤势是不是已经好了。这，我的伤势竟然痊愈了，而且我体内真气为何比原来更雄厚了？徐家主所中之毒，其实是一种名为七彩心莲莲子所炼制出的莲心毒。七彩心莲为玄界灵药，可提升武者修为。如今莲毒化解，徐家主自然顺势突破。秦少侠，这是周家长老们的储物戒指，我徐家分文未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我徐家的一点小小心意，还请少侠笑纳。也好，